小点声。爹，爷爷病了，奶奶和娘坐在那儿呢。龙虾，就是你对爹最好。爹，这是我的，你要拿这个干嘛？爹要把爷爷输掉的田产都赢回来。你要把田赢回来干嘛？孩子，田就是钱呐。爹和爷爷输掉了不少钱，那以前都是咱们家的，爹要把他们都赢回来，啊？好，那就给你吧。你别告诉你娘和奶奶啊。都在哭，你怎么也哭了？爹一定会把钱都赢回来的，啊！爹，爷爷会死吗？爷爷不会死，等爹把这钱都赢回来了，爷爷就更不会死了。那你赶快去赢吧，爹去赢钱去了，啊！家里的金银首饰全都偷走了，林凤霞的银项圈也给拿走了。啊！娘是我给爹的。你什么时候给你爹的？刚刚。刚刚？你爹刚刚？你是说你爹刚刚走啊？爹，我不告诉你。这个死孩子，你跟你爹，你不管他。我有钱了，什么东西啊？我看看，钱呢？你看，你这不行啊，你得兑换成钱才能赌。那你估个价吧，还是让龙二爷估吧。哎呀，徐少爷啊，咱不赌了成吗？啊？你说，你把你老婆和孩子的首饰都拿来了，这多寒碜呐！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一定得赌，一定得赌。那你要是把他再赌输了，再拿什么赌啊？我们家不是还有100多亩贡田吗？那可是你爹的命根子呀，你爹能拿他的命根子拿来赌吗？没事儿，我爹当年也是这样，赌输了就拿贡田赌，那最后我爷爷也得认账啊。别，徐少爷，咱都是朋友一场，别伤了和气，行吗？我这可是为你好。你还不相信我徐少爷吗？我一定能赢，我不会输的。我的徐大少爷呀，谁告诉你说赌博一他就一定能赢啊？我就能赢，我不会输。行，
就算你能赢，那潘少爷输了就好吗？那也不合适啊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俩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别管。还行，行行行，我不管。我说，嘿，各位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啊，这可不是我拉朋友下水啊！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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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龙二从来不干落井下石的事儿。是是是是。这玩意儿，我按市场最高价给你。你真是我的亲大哥，好大哥，你救了我！哎呦，我多谢多谢。严重了，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哎呀，你呀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三儿，哎，来了，来，拿去换成现钱，快快快快，兑现钱！好，快点快点。徐少爷，请吧。小白，过来。那畜生回来没有？说话呀你！老爷，我没看到。我告诉你，他一定回来，你信不信？他要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偷走。哎，你们都听着啊！他一进来，你们立马把他捆上。我今儿个。是非把他的手剁下来不可。哎，昌哥，你在村口看着，他只要一回来，你立马回来告诉我。哎，哎，我可告诉你啊。你要是跟我耍什么滑头，我可连你的手一块剁。是老爷。你要吓坏孩子，干什么呀？不哭不哭。好了，小姐别怕，爷爷吓着你了是吧？我是让这畜生逼得我无路可走了。要不说啊，说单，开单，双，要单有单，要双有双，双。怎么了？再跟你这儿借点钱，输光了啊！我这手头没现钱呢，再借一点。你看，你看，我还能骗你吗？上半夜都借出去了，这，哎，潘少爷，去！潘少爷，哎呦，再赊点账，咱接着来。不赌了。赊点账，咱接着来嘛！有钱再来吧。外面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天亮了！哎，对呀，这是国军进城啊！日本鬼子投降了，日本人投降了。哎，对，今儿县商会还说了，集合全县的商人，进城迎接国军去。啊，嘿，有意思，走去看看。徐少爷，去看看去吧。哎，徐少爷。愣着干嘛？跟你岳父请安去。哎，对呀，对呀。
还没请安呢。哎，走，非我上我岳父那儿请安去，快，这么大事儿都忘了，没用的。什么没用？跟他借钱，快点。行，别睡。岳父会借钱给你吗？你还有你，他敢不借？他今天一定会借的。今天国庆进城，快点，去不去？啊，去。哎呀，跟我岳父似的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三掌柜，你好，哎，王掌柜，哎，爸您呢？来，欢迎国君。来了，学生，哎，国君来了，哎，欢迎啊。把这畜生赶走！徐大人，快回去吧，国军就要来了！哎，岳父大人，日本人投降了，国军就要来了，小旭赶紧请安呐！快走吧！我说小祖宗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快走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岳父大人，借我十个大洋吧！岳父大人，国军就要来了，你别走啊！春生，来，给他几个大洋，赶快给大夫走，国军来了，丢人呢！哎，给您，快回去吧啊，回去！多谢岳父大人，多谢岳父大人！国军来了！怎么回事？你们两个挡道啊！快起来！起来！你们把我毙了你！团长，好，来，我们走，闪开了啊！凤霞，嘘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凤霞，爷爷好了吗？爷爷好了，爷爷在磨刀，在剁你的手。爷爷为什么要剁你的手？啊，爷爷是个老东西，坏。凤霞和爹好。还是凤霞好。凤霞，愿不愿意帮爹做事啊？愿意。好，那到奶奶那个房间，把奶奶的箱子打开，里边有一包金手镯子，帮爹拿出来好不好？好。往哪儿跑？各小处走，走，哎，爹，走，老爷，走，走，爹，老爷，爹，进去，老爷，滚，爹，在祖宗面前就跪下，跪下，哎呦。畜生，我告诉你，我今天绝饶不了你，我一定要把你的手给剁下来。
老爷，老爷，您就饶了少爷吧。干什么你？你出去！都是你们这帮人把这个畜生宠成这个样子了，就出去！长根，老爷，长根，把我娘叫过来，快点！少奶奶，快！你喊，你喊呢？你喊，我看他们谁敢来！你喊，我告诉你，畜生，今天我是非把你的手剁下来不可！爹，爹。我要是不剁下你的手来，我对不起老徐家的列祖列宗啊！太太，太太，生，太太不好了，少爷被老爷抓到公堂里了。少爷回来了。少爷被老爷揪到公堂，老爷要剁下少爷的手指。什么？快！哎呦，这怎么得了啊！富贵，就饶了我，饶了我啊！饶了你，我饶了你，我饶了你，我怎么去见我的祖宗？啊！爹，富贵，将军，娘，快点来呀！救命啊！我看他们谁敢来！开开门好不好？老爷，爹，老爷，老爷，我非要把你的手剁下来不可！爹，我求你了。饶我一次吧，再饶我一次了啊！爹，饶他一回吧，爹。爹，我再也不敢了，畜生再也不敢了。我要再饶你，我对不起祖宗。等着的，爹。我要再饶了你，爹，祖宗就饶不了我了。爹，就饶一次了，爹。我不能让老徐家的产业回到咱们两代人的手里啊！爹，我真的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，爹，列宗列宗，今天我就当着你们的面把这个孽子的手剁下来。爹，别，爹，爹，你再饶他一回吧。爹，爹，爹，我求你，爹，哎，爹，爹，哎，爹，爹，爹，我求你，爹，啊啊，富贵。醒了吗？哎，还是一惊一乍的。怎么了？啊？知道知道。怎么了？啊？做了一个噩梦。不是梦。爹，爷爷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剁掉了。爹把他自己的手指头剁下来。富贵，你起来吧，啊，去看看爹。来，富贵，你去跟爹认个错，爹会原谅你。真的，真的，我跟你一起去，快点。这等着。娘，嗯。爹，福贵来看你了。富贵进来。哎，娘叫你进来。嗯，富贵看你来了，老爷。你，爹，
富贵儿，快跟你爹说，以后再也不赌了。快说。爹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。爷爷。老爷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少爷说他不赌了，你应该高兴才是。啊，爹，福贵向你保证。爹，我向你保证，我再也不赌了。老爷，让他起来吧。来，起来吧。起来吧。快起来，儿子。你搬个凳子。哎。让他坐一下。爹，你坐。快坐。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你只要从此再不沾这个赌字，爹这只手就算没有白剁。咱们徐家原来就是一只鸡，慢慢的又变成了一只鹅，慢慢的又变成了一只羊，再后来又变成了一头牛。这是咱们老徐家祖祖辈辈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，不是在赌桌上赢来的。可是遗传到我这儿，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的放荡过，在我的手上，我把祖宗留下的产业糟蹋了一半儿啊，糟蹋一半儿。我一想到这些，我对不起祖宗啊。别说了，别说了啊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娘没少数落过我，你也想拿刀把我的手剁下来，可到了他老人家没下去手啊。今天我把话说到这儿，从今以后你要是再赌，你自己个儿拿刀把你的手剁下来，你要是剁不下去，爹我就替你剁。你回去好好的带你媳妇儿，你啊，你是前世修来的福，才娶了这么好一个媳妇儿。你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，福贵儿。是，是。爹，娘，我们下去了，走吧，回去歇着吧。哎，去吧。
哎，小哥那边好了吗？哎呦，好了，谢老爷，好，多谢老爷。好，爹，你那人就还我哪儿呢？我哎，没逮着。爹呢？哪儿呢？哪儿？嗯嗯，你尝尝，我尝尝，尝尝。哎，妈，嗯，那好。哎，长安，嗯，今天这贡饼啊，再不是他盼着的了。用不了几天啊，陈记米行的大车就要来了啊。是啊。哎，少爷这两天怎么样？老爷啊，还好，还好。好啊，值，值啊啊！爹爹，那有一只老虎爹。哎哎，爹爹爷爷。哎哎，爹爹给我抓蝴蝶。老爷这，老爷这。哎。爷爷爷爷，爹爹爹给我抓蝴蝶。小孙女，爷爷看见了。哎，富贵。你把它抱好喽！哎，爹，慢点儿，回去爷爷看啊！哈哈，哎，好看，真好看啊！爹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啊，爹没看什么。你是在看进城的路，你不进城了？爷爷不让进城，我想咱回家好吗？好，回家喽，回家喽。什么事儿急呼呼的？我这马上要糊的。坐坐坐坐。我说，你听说了没有？这徐老爷愣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剁下去一根。不可能！你怎么不信呢？真的，把徐少爷给吓昏过去了。哎呀，真剁了！你说这徐老爷也怪啊，这愣能把自己的手指头给剁下去一根。哎呀，这赌博害人呐！这赌博的人呐，就跟吸毒一样，他上瘾，你知道吗？他一天不赌啊，心里头就痒痒。哎呀，我呀，在赌场上见过九个手指的人多了，哼，一个算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还见过一个手没有的人还照样玩牌呢。徐老爷的手指头就白丢了？你不信是吧？你等着，徐少爷过两天准来。不可能，我给你打赌。你说赌什么吧？你说。那这么着，过两天我过生日，咱们在庆阳楼摆一桌。如果徐少爷来了，你请客。成。那要不来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我要徐家的贡米。潘少爷，你可真是个开米行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爹，我在哪儿？你的被子后头。爹，咱玩捉迷藏吧。没意思。爹，我不跟你玩了。富贵啊。啊。你要跟爹到田里去看看啊，你不能整天在家里待着。到田里干嘛去啊？有爹一个人还不够啊？油菜就要收割了，你要帮着爹把猪给收上来，然后啊送到城里去榨油，你要自己想点事情做了。娘不是让我陪你吗？我又不是孩子，我要你陪啊？那你不是要生孩子了吗？生孩子你又帮不上什么忙。富贵啊，你还是操心一点家里的事啊，爹都老了。哼，有那一百亩贡田啊，爹不会老。还是等你把肚子里的儿子生下来，让他跟着爹收租去。瞧瞧你说什么话呀。行了行了，快起来，别懒了。你起来跟凤霞去玩玩，活动活动。你像个当地的样吗？快去，凤霞，来跟爹玩。徐少爷，徐少爷，徐少爷，哎
别进去。怎么了？二爷今天过生日，请徐少爷去喝酒。不行，我老婆怀着孩子呢，我不能去呀。那你这是不给二爷面子了？不是，你跟龙二说，改天啊，我请他喝酒。龙二爷特意请你去，你都不去，这还有什么交情？爹，这是什么？嘘嘘，别说话。你干什么呀？我起来读书。你怎么了？我读书啊。读书？我问你怎么了？吃苹果，给他孩子吃。你有什么事儿？你现在高兴吗？高兴。龙二过生日，他请我去喝酒。龙二，啊，你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啊。富贵，龙二可不是个好人。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当年要不是他，我能娶上你？当年该谢的咱们都谢了，你可不能去啊！要是爹知道了，你我都憋了多久了？你就让我进城去透透气吧。我是个老爷们儿，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啊。当天去，当天就回，啊？你忘了爹的那个手指头了？你自己跟爹说去。龙二爷，都这时候了，徐少爷不会来了吧？再等等，等等啊！潘少爷，您先别着急，徐少爷肯定会来的。这么说，龙二爷这顿生日宴我是请定了。不好意思，让兄弟破费了。嗨，二爷，徐少爷没有来，没来，你看聊的。这个王八蛋，他真不够朋友。算了，不等了，开始吧。龙二爷，说过的话可得算数啊。我干什么？干活！哎，别站着，干活！哎，干活呢！哎，宝贝儿，我呀跟你岳父说好了啊，过两天岳美的车就来了，到时候你得好好的出点力，好让那伙计跟你岳父说。爹，岳美进城的时候，那我去吧。不。月饼的事儿咱不管啊！爹，我都好长时间没进城了。几个月没进城怎么了？你爹我好几年都不进城了，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啊？我告诉你，那不是咱去的地方。富贵，你就看看咱这方圆几百里啊，这都是最好的庄稼，哈哈！宝贝儿啊，你都在这儿瞧着他们，你瞧着瞧着。
你就会喜欢上他们了。啊，傻子。谁摘的呀？长根。娘给你带起来好不好？娘，我爹呢？你爹啊，跟爷爷到田里去了。嗯，真好看。娘，这些衣服是给弟弟穿的吗？是啊，过些日子啊，你就有小弟弟啦。这个，大小姐，哎，我弟好吗？好着呢，老爷让我给凤霞烧点吃的。那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了？给你带的小点心。你外公可想你了。我也想我外公。等待几天，我让我爹进城去看我外公。哎，别先闹，你爹哪有时间带你进城去？来。把这个送给奶奶吃去，快点。哎，慢点跑。是来运贡米了吧？是啊，这贡米啊，早该由我们陈记米行来收了。喝口水再走啊。啊，不了不了，我一会儿去孙祠堂，看看稻谷收齐了没有。嗯。大小姐，那我走了。哎。你多保重。好，你也是啊，春生。哎，照顾好我爹。您放心吧。嗯。我走了。哎。小姐，哎，回去吧。走，走，走。哎，你是徐少奶奶吧？是啊。少奶奶，我们潘少爷说让我们来接你回去。潘少爷？对呀。你们接谁？接您呢，少奶奶。接我干什么呀？当年龙二爷和徐少爷说好了，说你五年之后回到我们潘家去。胡说八道。哎，那是我们少爷说的。少奶奶。今天是不是啊？来，好，好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接着。先生，哎，我看李老爷好，李老爷好，64，64，哎，六十四，正好三米了，来来快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来，哎，他婶啊，这个骨好，42，来来，下一个，好，好，好，小伙子，以后啊，我们徐家的贡米。就是你们陈家米行的了，徐老爷。嗯，我们家老爷就盼着这一天了。嗯，就，哎，先生，过去啊，我们家少爷要是跟你们老爷有什么得罪的地方。请你们老爷多担待啊！您就放心吧，我回去跟我们家老爷说一声。好，好，好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啊，老爷啊，他俩让你们快点回去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是少奶奶要生了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潘家。他们说什么？潘家派人来要接少奶奶回去。我的车吧，你在这儿盯着啊，我跟少爷回去。好，走走走走，徐老爷你慢点。好，让你们的老爷和少爷来，我们徐家的媳妇怎么会变成你们家的少奶奶？岂有此理！怎么，我们徐家好欺负是不是？太太，您别生气呀、啊，我们老爷让我们来抬少奶奶，我们不敢不来呀、啊。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老爷，啊，他们要接家珍。徐老爷，我们是来接我们少奶奶回去的。谁是你们家少奶奶？本来就是嫁到我们潘家的，后来龙二爷、潘少爷和徐少爷说好了，
说五年之后让我们少奶奶回到我们潘家去，所以我们老爷就要了你五年的贡品。胡说，谁跟龙二说过什么五年啊？我们不知道啊，是我们少爷说的。走，找龙二那混蛋去。走走，我们不能走啊，我们还得往这儿接我们少奶奶回去呢。